在初步接触过挪威的冰川之后，我谢安琪又再次踏上科研之旅，向北极出发了。按照原定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在明晚赶回首都姆斯隆，才可以搭到后朝飞去北极的内陆机。不过今天的车程就一定不可以瞌眼瞓了，因为我们会途经一个冰河时期的重要遗迹峡湾。透过对它的观察和研究，我们一定会对地球有更深入的认识。好长嘅国家，所以我哋搭车嘅时候咧，成日都会见到呢啲有水嘅地方噶。点解我哋架车会停咗喺度嘅咧？因为我哋等紧搭一啲汽车渡轮过去对面岸，而呢啲汽车渡轮咧，一般嚟讲半个钟头一班到啦。而佢嘅收费咧就系按照我哋架车嘅长度同埋车上面有几多乘客去决定嘅。好似我哋今次咁样乘搭咧，就大约需要港币500蚊到啦。架船到啦，果然好准时。挪威大部分嘅汽车渡轮都同呢一只差唔多。外形有啲似一条鲨鱼，一埋岸，擘大个口就将啲车吞晒落肚。一般嚟讲，每艘渡轮都可以装20架车左右。不过因为挪威嘅汽车比较少，好多时呢啲渡轮都唔会爆满嘅，所以大家唔一定要预早买飞，可以嚟到码头先至俾钱，咁样你嘅行程就更加有弹性啦。每一个国家都有佢独特嘅魅力噶，例如英国就会系佢嘅歌剧同埋博物馆啦，法国就梗系红酒同美食啦。相比之下，挪威的魅力就更加原始和自然了，因为它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好像现在我身处这么大风，我身后面的这个开朗的峡湾。由于这一艘不是观光船，所以15分钟就到岸了。如果大家想在船上欣赏峡湾的风光，可以选一些行程比较长一点的，最长那些差不多有整个钟，可以让你慢慢享受这些靓景。在挪威穿州过省，少不免要跑一些山路的，有时还会上到海拔超过1000米的地方，可以感受到空气变得较为稀薄。Angel， 其实峡湾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大约在20000年前的时候，地球曾经发生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冰河时期。当时挪威大部分的地方都是被冰川覆盖的，这些冰川它们的侵蚀力很强，它们就将这些山石好像刮了个坑一样，就形成了一些峡谷。咁當冰河時期咧完咗之後咧，水平面上升啦，咁啲海水咧就入侵咗呢啲峽谷裏邊，咁就形成咗我哋而家所見到嘅峽灣啦。峽灣嘅山峰就好似一個又一個瞓著咗嘅史前巨人一樣，佢哋喐都唔喐，好似對廿一世紀漠不關心。事實上，佢哋喺人類未踏足呢片土地嘅幾萬年前，就已經喺度觀察住大自然嘅活動，見證住地球嘅變化。挪威的峡湾几乎遍布大半个国家，大约有30%的挪威人都是住在峡湾附近的地区。渡轮、山峰、湾流三位一体，构成挪威独有的视觉艺术。其实之前我们已经去看过峡湾了，我知道峡湾形成其实跟冰川活动有关的。那我来到这里，其实峡谷的样子跟峡湾都有点像的。其实峡湾和峡谷的形成有什么分别的？其實峽灣和現在我們所見的峽谷它都是因為冰川所形成的，但我們最大分別在於峽灣就當水平面上升的時候，它的水浸在底部，所以我們只可以見到兩旁的山丘，但現在我們所見的峽谷我們就可以清楚見到整個底部，你其實見到可以是一個 U 型的狀態。其實現在我們這裡所見到的 U 型的峽谷只會是一些有冰川的地方才會見到的，譬如例如香港，我們只會得空氣和水的侵蝕力，我們只會見到 V 型的峽谷。峽谷和峽灣體積龐大，但當中的微妙分別如果不用心去了解，根本就不會明白。同一道理，想清楚認識全球暖化的問題，亦一樣需要耐心和決心，因為氣候問題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決，而是需要現代人最缺乏的時間。呢一朝，我喺酒店起身嘅时候，就俾眼前嘅景色吸引住。我静静咁喺露台欣赏大自然送俾我最好嘅礼物。不过我唔可以就咁停低，因为我仲有好重要嘅任务要去完成。
再次坐上汽车渡轮，在盖朗格峡湾的怀抱之下游走，忽然间好羡慕当地人有咁舒适的交通方法。香港的城市化虽然为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但是背后我们会不会牺牲了一些东西呢？生活除了需要富足之外，是不是还要另有所求呢？我们现在身处的就是盖朗格峡湾，是挪威两大峡湾之一。我记得昨天我们在山上拍摄过风景，天气还很好的，蓝天白云这样。只不过是事隔一晚，现在是第二朝的九点，天气已经很不同了，乌云密布啦，落雨啦，好大风还很冷添啊。其实天气变幻莫测，就好像全球暖化的情况一样，这一刻你在香港未必感受到那个变化，但话不定第二朝起身世界已经很不同了。谢安琪在香港土生土长，对于人多车多石屎森林这些香港特色一点都不陌生。来到挪威，他发现原来生活方式不只得一种，而且还是有得选的。那你又喜欢哪一种生活呢？我们又有没有能力改变周围的环境呢？香港是一片福地，多年来虽然遇过不少风浪，但是每一次都能够在逆境之中找到转机，在谷底之中找到出路。但是面对全球暖化，我们又会受到多少影响？我们分析了超过120年的气温数据，显示天文台总部在上一个世纪的气温上升了 1.2 度。这个数字比起同期全球的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 0.7 度还要多。香港气温上升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全球变暖和本地城市化效应的共同影响。气象学家对于天气的预测已经非常准确，在天文台总部这里就可以见到最先进的设备。香港天文台在研究香港的气候变化的时候，是以在尖沙咀总部这里的温度计所量度到的气温作为一个依据的。这个温度计是装置在我后面这个温度表棚里面。其实就在我们量度这个气温的时候，是必须要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所订立的一些标准。譬如说它一定要是有自然的通风，还有是避免太阳的直接照射。而那个温度计也都要是设置在一个特定的高度上面的。温度计所量度到的资料会自动转变成电子信号，再经由电脑直接传送给相关的科学主任进行分析。专家按照现时本港发展的步伐，可以推算出100年后香港的气候情况。我们考虑了多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和香港的城市化效应之后，结果显示香港未来的平均气温会继续上升的。到了本世纪末，香港的年平均气温会较现时再高出 4.8 度左右。在另一方面，香港冬天的寒冷日数会持续下降的。到了2030到2039年，冬天的寒冷日子会下降到少于一日，即是说有些冬天再没有寒冷的日子了。简单来说，香港会逐渐步向一个长夏无冬的情况的。今天来到香港天文台，我们得到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就是全球暖化已经不经不觉地改变了香港的气候，而且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香港作为地球的一份子，绝对逃不过这个困扰各国的全球问题。北欧冰川融化并不是一个电视特辑的主题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广告回来，我和摄制队终于赶到去挪威奥斯陆，坐上飞机向北极出发。短短一个钟的机程就将我们带到去一个白茫茫的世界。一离开机场就见到一幕幕从未见过的地貌。北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去到又会有什么发现呢？其实现在是早上的6点，
琴晚我哋先搭咗七個鐘頭嘅巡路車，由日斯特達爾冰川翻到嚟奧斯陸呢度。我哋而家又要起程去機場搭一程內陸機，去北極圈嘅斯瓦爾巴啦。英總，早晨啊！我哋又出發啦！出發啦！昨晚雖然不是很夠睡，不過今早的心情就相當興奮了，因為很快就可以進入北極圈了。隨著旅遊巴一路向前推進，我感覺到我和我的目標越來越近了。奧斯陸機場距離市中心只有個幾鐘頭的車程，說這麼快就到了。好，等我看看在哪個登機閘口先。在來挪威之前，我哋喺香港同过好多环保团体同埋学者见过面，研究呢个特辑应该去边一度进行拍摄。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系主任 Dr. Agison 就建议我哋去今日嘅目的地斯瓦尔巴。斯瓦尔巴群岛系挪威嘅属地，位于巴伦支海同格陵兰海之间，由多个岛聚组成，系最接近北极嘅可居住地区之一。总面积大约有62000平方公里。早在12世纪，挪威人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岛，但直到1596年，荷兰的航海家才将它命名为斯瓦尔巴，原意是指寒冷的海岸。事实上，单就气温来说，这里不算很冷，冬天最低的温度一般都只是摄氏负12度左右。但问题是，这里成日都很大风，专家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人体实际感受到的温度会接近负30度的。斯瓦尔巴这个寒冷的海岸真是名副其实的，从飞机上面看下去只是见到白色一片，不知道落到地面看又有什么感觉呢？空气上去都是冻的，这个是第二个世界来的，完全是第二个世界来的。这里一出嚟就有呢度嘅代表欢迎我哋咯，我哋感到宾至如归啊！北极只有两个季节，一系夏季，一系冬季。喺夏天嘅时候，呢度唔会天黑，一日24小时都系日头。到咗10月，呢度已经系冬天啦，天气会变得恶劣，飞机开始停飞，大部分嚟工作嘅人亦都会飞翻去挪威大陆，直到下一次夏天嘅嚟临。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来的。刚才在飞机上已经看了它那个俯瞰的样子，是很震撼的，因为你是分不到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哪里是山，因为全部一片白蒙蒙的。那是觉得 很不同，就是和平日的生活是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好像哇整个世界很宁静的嘛。同埋呢度咧，原來嘅道路係好少嘅啫，即真係可以俾車行嘅道路咧，即係得50公里左右啦。咁覺得係好得意嘅地方。原來咁大片嘅陸地，即大概香港咁多嘅地方，但係好多地方係人跡罕至嘅，好多地方係人類係唔會接觸得到嘅。咁有一個感覺好得意，就係人類接觸唔到嘅地方，原來就係咁潔淨嘅咯。其实今次来斯瓦尔巴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共同在进行一个计划，用来对抗天灾和全球暖化的问题。如果科学家预期的灾难真的会发生，那这个计划就将会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所以我们一落机就立刻出发去寻找这个计划的大本营。根据地图的指示，我们终于找到它的路牌。咦，难道山上面的建筑物就是我们的目标？方舟相信大家都听过，我哋今次嚟到斯瓦尔巴啲路就系要见证一次现代版嘅挪亚方舟。不过今次故事嘅主角并唔系动物，而系植物，仲要系植物嘅种子添。这个其实系挪威政府建造嘅种子储藏库，目的系收藏全世界主要用于食品嘅农作物种子，以防止人类面临大规模灾害嘅时候，永远丧失某一啲粮食嘅基因。这个工程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很多国家的支持才可以成功的。种子库建于砂岩里面，用一米厚的隔温混凝土来做外墙，可以承受尼克特制 6.2 级地震，
同埋核子武器嘅攻擊。其實當初呢個計劃點解選址喺呢度進行呢？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因為呢度係永久凍土，長期處於攝氏零下3-5度之間，好適合種子嘅存放。永久凍土嘅平均温度永遠唔會高過攝氏零度，本身已經對種子嘅保存非常有利。第二係斯瓦爾巴發生天災，例如地震嘅機會係微乎其微，咁就可以確保呢度嘅種子安安全全啦。種子庫喺2008年2月26日正式啟用，可以儲存300萬種唔同種類嘅種子，以每類種子大約儲存500粒嚟計，整個儲藏庫嘅種子數目可以達到15億咁多噶。為咗令基因得到最大嘅保護，種子庫已經完全關上。下次打開呢道門嘅時候，地球到底面對緊啲咩情況呢？因為其實地球咧而家正處於一個氣候改變嘅階段中啊，咁所以植物本身咧應該作出適當嘅調節去抵抗呢個轉變嘅。但我哋擔心咧，而家氣候實在轉變得太快啦。咁如果佢植物未能即刻作出個調節嘅話咧，佢哋隨時會消失嘅。咁所以呢個計劃咧就可以避免咗呢個情況發生。在斯瓦爾巴呢度，我哋除咗偶然喺路边见到一啲野草之外，就再见唔到其他植物，因为北极嘅土质好贫乏，空气又干又冷，根本唔适合植物生长。面对恶劣嘅环境，植物反映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嘅道理，咁人类又点？其实而家嘅气温咧系低过摄氏-5度嘅，大家都睇到啦，而家落嘅雪都落得几密嘅。我有穿著衫的地方其實都 OK， 但是個面已經凍到僵曬，同埋好凍啦。大家有冇諗過人類在咁極端的氣温之下，其實係好難適應嘅。喺全球氣候變化的期間，有很多地方可能真會變到好似呢度咁凍。全球氣候轉變除了會令部分地區變熱，原來仲會令部分地區變得嚴寒。圖中移動的箭嘴就是代表全球海洋輸送帶，紅色是代表温暖的洋流。蓝色就是代表深层的冷水洋流，这个系统令欧洲部分城市，例如巴黎和伦敦，比起纬度相近的北美城市温暖得多。随着全球暖化问题日益严重，北极圈的冰川快速融化，有可能导致大量淡水涌入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的洋流，减慢整个全球海洋输送带的流动。情况严重的话，这个系统可能会停止运作，影响全球的气候。其实为什么当大量的淡水涌入去墨西哥湾暖流的时候，会影响整个循环的呢？因为其实墨西哥湾暖流之所以运作，主要是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风会带着海水向西北方向流动。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地球那里，不同的海洋带它们的温度和它的盐分都有不同的。一大量淡水涌入呢個洋流嗰度咧，佢會令暖同埋凍嘅地方嘅海水咧嘅鹽分差別減低嘅，咁所以佢會影響曬成個咧暖流嘅運作。人類嘅學名係智人，即係會思考嘅生物。但係有幾多個人有認真思考過氣候轉變嘅問題呢？我哋誕生嘅世代，即係240萬年前至今，科學家稱之為更新世，喺地球數十億年歷史當中一個短小嘅時期。大家又有冇谂过时代又会有朝一日被更替呢？雪地和冰川咁光咁白，很多數碼相機很容易出現測光錯誤，令到你影出嚟張相會比較偏暗嘅。有啲最新型號嘅數碼單鏡反光相機具備最先進的測光系統，
在最困難的情況底下都可以拍張靚相啦～